在成为人类之前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天使。天使之道，幸福是爱他所拥有的，并看见他们的美好。当天使要变成人，就要离开天堂，摘下他们的翅膀。所以，我们没有翅膀。但有些人还是保有翅膀。还像天使般生活着，虽然这是个编造的故事，但这个故事让我看见了一个人，他像天使一样充满幸福。爱他所拥有的，并看见那些美好。